有本事通通事先讲哈，江江的 APP 可以帮你打造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、愉快的股市人生。来看证据，17025出现往下箭头，有没有？非常简单，非常明确，后面跌了900点。好，再来哈，16408再次出现往下箭头，后面跌了快800点，是不是？全部都有箭头帮你做保护，跟你做指引哈，来哦。空头有往下箭头，那多头呢？上个礼拜五16223出现明确的往上箭头，好，今天喷了580点，是不是完全用箭头跟各位证明哈？超强主升 APP 是散户赚大钱的好帮手，然后呢，所有的主升标股起涨有没有？都在起涨第一天 ，APP 会给你很明确的箭头，带你轻松尽情的赚，请各位把握哈。好，另外呢，今天各位强化哈，为什么我们上周就已经先预告了，先攻万七，再战万八？今天给各位更详细精彩的理由，请锁定今天精彩节目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哈，来哦，跟各位做事先预告，事后来做验证哈。上个礼拜我们的超强主升 APP。大盘的现货在16223出现明确的往上红色的箭头，来了，今天收哪里？今天收16807，是不是？你完全不用事后去解盘，因为 APP 已经在事前帮你搞定一切。好，今天各位强化哈，明天是6月1号，好，站在6月1号的角度看未来，月转折是 99% 的信心水准呢，它会扣三低，还周线转折扣三低已经喷长红了，那如果月转折扣三低呢，你是不是会有隐含着未来会有月线的中长红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头发几乎笃定了季线会稍微震荡，可是震荡是最后买点，那目标设定在万八，目标设定在万八，会有很多主升段标股的获利，请各位把握哈。好，来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节目哈，帮我YouTube 解盘的频道呢。首先很重要的事情是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哈。那两大粉丝团透过扫描 QR code 的方式做加入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事先讲啊，好不好？你看到过去的一年的时间。哪一个大小转折江老师没有尽全力事先讲，是五告战有没有？来，投保你看到520，上上礼拜五是520，520我给各位什么多头我爱你的宣言有没有？一路预告的修正逼近尾声，五月底六月初会有大转折，会有春暖花开的暴力，是不是？有本事全部事先讲的，好，过来有没有？我说复制我们之前亚诺法、汇光等等赚90-70%的获利，时间已经逼近，有没有？这是520说的。来，那上个礼拜呢？上周六我又送给全国忠实的粉丝，有没有最强战报？跟各位讲理由，就一定要在事前说服你，给你指引，给你明灯，给你霸气，给你信心，对不对？万七会来。万七一定会来，先攻万七，再战万八。嚯嚯，这个隐含着主升段标股呢，会有一倍以上的标股获利，是不是？都在事先努力的去邀请大家，有没有？上个礼拜有没有？你看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扣三低？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全国唯一具有预告能力的指标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扣三低？扣三低，有没有看到？21周扣三低提款机跟着我们赚暴利，是不是？全部事先讲好。那除了加权股价指数在16135呢出现扣三低之外呢，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下降反压线突破？有没有看清楚哦？它一旦突破，斜率会改变，就是说过去往下跌的惯性，往下的负斜率会改变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正斜率啊？是不是？比如说，这是从18619以来有没有跌3000点后的最少会有1000点的终极反弹，千点反弹波。是不是有本事通通走在前面？好，好不好？过来，有没有节目的截图？有没有？
高档破线要避开低档突破，有没有？你要把握啊，是不是砥砺前行？在你没有信心，在你失去的这个希望的时候，有没有砥砺前行，找回初心，好不好？什么是初心？股票是高低的循环，多空的循环，高档要避开，低档是机会，就是股票的初心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吧，是不是？来，有没有？你看跌五大波了，跌了一二三四五，跌五大波，后面这段最恐怖，有没有？我们完全避开哦。好，我们完全公开预告，事后验证之后呢，已经避开1500点风险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呢，我跟你讲两句话，有没有？已经跌那么深。从这里跌到这里有没有五个月的时间跌差了3000点？任何一个散户绝对没有信心，我跟你保证绝对没有信心，所以我必须去加强去鼓励大家，有没有？来，投资宝保持热爱，快要喷出的等待春暖花开，勇往直前。投资宝，你看哦，每个人都怕崩跌，每个人很多散户都惨赔套牢，然后过了苦日子。我说勇往直前，奔向获利满满的星辰大海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去年啊，去年光这一波半年的时间，我们12档股票赚超过1倍，我们认为会复制，对吧？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，我说我不会跟你拐弯抹角，因为我是个有实力的分析师，懂我意思啊？懂我意思吗？来，懂吗？有没有？新股民逃难啊，散户因为暴跌被割肉后，有没有庄家来了？怎么有没有很非常狠心？散户赔大钱后，庄家慢慢的旱地建仓，谁讲的？建仓讲的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上个礼拜有没有？我给各位一周的时间，整整盘市没有喷出钱，我给你一周的时间，好好抢购。抢购我们最强的主升 APP， 有没有？好，你看，因为520开始嘛， APP 已经给出我们明确的主升标股的起涨箭头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够很清楚？来跟各位做证明。来，从今而后，你的股市人生只有一个样貌：红色箭头买进赚波段暴利，绿色箭头卖出避开波段的这个风险，好不好？这是你的样貌。这是我们全国主升标股 APP 用户他们未来的股市人生的样貌。来，投保你看哦，请你张大眼睛看清楚每一个箭头的位置，只能买箭头，就是买箭头出现后出现的那一天。好，投资朋友不要等到喷出才追，来，投保完全不需要。你看这是车网店，有没有？你看左边没有箭头是买进，这是 APP 最大的精神，简单轻松明确，起涨给你明确箭头，来，对不？创新高啊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说尔后你再也不会说低档不敢买，等喷出才追，懂我意思吗？很多散户过去股票怎么输？起涨不敢买，起涨不知道要买，然后喷出后才追，然后被主力坑杀，是不是？来哦，一档一涨一档来做见证，来，投保，这是系统电，投保喷出没？完全没有喷出，投资你看哦，未来呢有没有？未来是一片空白，有没有看到？未来是一片空白，未来是不可预知的。来，有一个方式叫做我的超强主升 APP， 它会给你箭头。我用箭头跟各位做证明一件事情，有没有？小散户也能出头天。我们的 APP 是散户赚大钱的最佳武器，有没有？ 39.65 今天创新高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看未来是不可预知的，可是你就很乖乖的，很安静的，然后呢气定神闲的，很有霸气的，很有信心的，相信 APP 给你的每一个主升箭头啊，箭头出现买进，对吧？是不是大赢家啊？用户说：“哎，江老师，这也太轻松了吧？有没有看到箭头出现，后面创新高，是不是？你以后，你耳后，你再也不会看到股票什么没涨就害怕，有没有？你看到它箭头出现后，有没有三天都没有动啊？三天没有动，相信箭头的威力，相信江老师超强主升 APP 箭头的威力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创新高了？是不是？来，好不好？以胜。”左边没有箭头，没有箭头就不需要轻举妄动，那有箭头跟他拼，有没有？
没有预设立场，你不会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很明确的依据。有没有？投资朋友试想想，这是你耳后的股市人生，这是你未来过的这个生活，都是箭头 60.1 啊，今天669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不是魔术师啊，我们的会员，我们的用户不是诈骗集团啊，我们都用每一档用真实很清楚的箭头，好不好？跟各位做见证，是稳稳的获利。箭头出现后，一路的缓步攻坚创新高，这就是箭头的威力。就是超强主升 APP 的价值，好不好？来哦，都说啊，中探针两次哦。上一次的箭头出现后，我们赚23%。那这一次的箭头要能够赚多少，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是神仙，对不对？可是上一次箭头赚23%，这一次呢就很放轻松，很写意的轻松掌握。结果呢，好不好？结果12%了，是不是？这样证明什么意思？第二次箭头，然后第二次创新高，最强散户也能够出头天，对不对？你看两个箭头35%啊，哎，你看哦 ，APP 的用户做见证，两个箭头，两个小波段赚35%，请问你对股市能不能重回信心？你会不会再害怕股市无情的震荡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完全不会？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就是我的精神，这是我的宗旨，是吧 ？APP 帮全国散户呢？打造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、愉快的股市人生，好不好？你能够想象吗？好了，来哈，全部做见证，通通给各位明确的看到箭头在什么地方，来，好不好？是附顶，有没有？你看117出现箭头，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、改变散户宿命的 APP 将除息6块钱买进参与除息。好，117喷昨天喷涨停128，今天创新高134，同胞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子啊，本身赚17块，你又拿到了6块钱股息，等于赚23块，同胞有没有？你看一个箭头，一个箭头的附顶，5月23号，上周一。上周一附顶的箭头又帮全国 APP， 然后呢还有单股会员呢创造了23万、46万的获利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，再看一次哦，未来是不可预知的，但是 APP 可以有，它有强大的能力，它可以帮你搞定一切。好，117，然后今天韩权是赚23块钱，是不是很清楚啊？就这么简单哈，真的值得你拥有哈，来的话是不是？再看这个是智胜科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箭头出现买进轻松获利？用户说：“江老师，哎，真的不用思考，哎，真的买箭头，然后呢喷出去没有烦恼了，对不对？是完全没有难度，就也就是说你不用去分析一大堆，然后想买又不敢买。”买进后又天天很害怕，好不好？再也没有那种很忧虑的股市人生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生活品质大幅度的啊，这个跳跃哈的提高，有没有？好不好？凤凰，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。我说过哈，我的 APP 的箭头，我跟你保证，没有人看不懂，没有人赚不到，这是 APP 的精神。再一次哦哈 ，APP 的精神，昨天5月30号开盘。昨天开盘，凤凰在67.9，然后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创新高76。投资朋友，昨天开盘67.9，今天74.6，两天赚67,000，两天赚134,000。请问这是不是最强 APP 的精神？来，昨天的箭头有谁看不懂？进入主升段。然后起涨第一天 ，APP 负责给我们箭头获利，哇，原来就是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操盘的模式，有没有？投资者来看深科，来，这是月线哈，这是月转折，好不好？月线是日周月里面级数最大的哈，所以我认为深科后面会有不可小觑的获利，来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月线投资几个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什么？13个月没有箭头，然后盘整横盘箱型横盘的13个月后，有没有看到箱型横盘13个月后它出现箭头？
有没有？好，昨天四一点四，昨天四一点四，同学有没有？所有主升标股起涨 APP 负责给你箭头，请问这种操盘模式你可以接受吗？来，好，那昨天四一点四的深科，昨天是喷涨停，今天创新高，不是？是，你看哦，这是昨天五三零嘛，四一点四，今天四五点八，好不好？请问你要跟谁做？当然是很轻松、很写意、很开心的跟着 APP 的箭头操作啊，是不是？你看哦，完全不用烦恼。大盘也是啊，上周五出现箭头啊，两天喷了580点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波洛威哈。那今天我们的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 APP 的界面哈。今天主升一低只有一档，你没得选的，你又没得选，只有一档叫做波洛威。好，来，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来。波洛威 52.5 有没有？今天是微三十一号，对不对？超强 APP 跟各位证明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做股票是一种享受，做股票是一种享受，因为真的很简单。同学们，你看哦，这边左边一样哈、哦，来，好哦，我再看一次哦，来，同学们看，左边没有箭头，是不是看到？左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箭头，通通不要买。有没有？好，那今天5月31号箭头出来啦，是不是很明确？简单轻松明确的箭头 52.5， 那盘中拉到 56.6， 好不好？你看今天光一天差一档喷涨停哦，是不是很强？借给你箭头 APP 负责给你箭头，你就负责轻松赚，没有难度啊，好，尽情享受，这是超强的获利模式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今年2月、3月、4月，我们疯狂大赚。然后五月初的时候呢，大盘箭头往下，玩三个礼拜没动，三周没有动，我就是观望，就是霸气观望。然后呢，避开1500点风险。520预告多头我爱你，上周战报预告攻17000战18000，今天你全部都看在眼里，是不是？我们事先预告，让你事后来做验证，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 APP？APP 呢，是我苦练20年的这个技术打造而来的这个工具哈，简单轻松明确，是不是很愉悦的股市人生？是不是？你看哦 ，APP 拥有主力的美，同胞为什么？看有多强？坊间很多 APP， 哪一个 APP 可以告诉你主力动向？只有我们家的，同胞来看证据，来有没有17127是趋势率，17025同胞是不是主力翻绿的？主力翻绿色，4月22号17025主力翻绿色，后面跌了900点，跌到16323，他们是不是很清楚啊？主力翻绿色，后面是大跌啊！说你一定要有能力去看出主力动向。有一天股票涨完，主力高档出货完毕后 ，APP 会翻成绿色。你懂不？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是个这功能太强大，说你能够看清楚之后呢，好不好？你耳后不可能被主力坑杀，你有我们超强 APP 之后呢，你以后被主力坑杀的机会是零，懂意思哈？好好的把握机会，再看一次哦，16408是不是箭头？箭头往下又来了，绿主力，哎，主力又翻绿了。16408主力翻绿，跌到15616，又跌792点，他们是不是很清楚？来哦，空头会有往下箭头，主力翻成绿色，对不对？来看多头，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？我们在520的 APP 系统公告有没有？迎接春暖花开的暴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先讲？我讲过了，准备找回热情，准备暴赚，在行情没有喷出前。公开邀请会员、用户跟粉丝准备爆赚，有没有？16223是不是箭头？箭头往上，趋势多头吧。来看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个太经典了，来张大眼睛看哈，好不好？太经典，看到左边是绿色，一片绿色不能动，对不对？这边翻成红色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？是很明确。绿色是空，红色是多。你看哦，16223翻红色后，今天昨天是16581，有没有？昨天16581。好，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开盘跌？开盘是不是往下跌？有没有往下跌之后，它整片还是红色啊？它没有翻成绿色啊？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收盘16807？
昨天啊，上周16223，今天16807，投资朋友是不是一个箭头 ？APP 一个箭头又帮你创造584元的涨幅，是不是？所有的 APP 用户都变成全国最强小散户，懂吗？是不是？红色是多，没有人看不懂，就是说，从今而后，你不可能再多头去放空。你不可能在绿色的空头去做多，投保想一想，而后你不可能在绿色的时候做多，不可能在红色的时候去做空。请问你的股市人生能不能幸福美满？能不能扭转散户注定是输家的宿命？是不是轻松写意啊？好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投保越努力越幸运啊，投保。你知道我们APP 怎么来的吗？我把技术班教的所有技术，然后呢，把它全部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创造一个很简单的必胜操盘模式。你不用思考，你没有情绪，你只有用眼睛看，看箭头跟红色跟绿色。这是我们全国会员用户还有我们团队呢，从今而后的操盘模式，有没有？我把控盘转折跟17匹马力把它combine在一起，我们推出的超强主升标股 APP。是不是？你看以上你已经完全做验证了。绿色箭头往下跌1500点，然后红色箭头往上喷了584点，是不是完全看在眼里啊？好，投然后投多少？跟各位鼓励哈，来投保，不要因为下跌修正而悲观。我们讲过哈，修正是未来暴赚入场券。去年8523，去年15159都是如此。来看去年的15159，我们看到。我们喊攻万七，战万八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一个小散户能够在多头市场让自己的资金成长50%，成长1倍，凭借什么？凭借相信，凭借技术的实力非常卓越。然后呢，你要霸气相信。去年15159相信我的人，会攻万七、战万八的会员，我们卖在18510。我们总共12档赚超过1倍，证明坚持主升财富倍增，这个才是操作股市的王道，懂我意思吗？现在我预告过了，我不是今天喷出才讲，我在上周六送的全国战报讲什么？给你技术，给你满满的技术理由，会赚万八。来，好不好？跟各位做个详细再做讲简单的说明哈。来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这是不是周线？现在股价加权的这个周线，头发，你看上礼拜是不是收16226？好，你看哦，上周五收16266，然后你看未来，未来转的是不是扣三 D？ 扣三 D， 头发有没有？这是江老师给会员、给用户全国最强的预告技术，扣三 D 叫提款机，它会喷。好，上个礼拜16226是扣三 D， 那本周是不是喷出？然后转折价底价。有没有好预告未来，对不对？来的话，这个会来的话，这个会来哦，哈，注意看哦，哈，没有意外的话，这个会先来哈，来，这个是哪里？这里哦，好，你自己去看一下哈，我待会给各位看这个数字，这是哪里？是不是18000？有没有？好来，然后另外，同学们你看哦，明天是几号？6月1号，来，今天是5月31，对不对？今天5月31，明天是6月1号，来。我假设明天大盘收平盘，来，我把它换成白色，来，好不好？来哦，你看哦，站在明天6月1号的角度，好不好？看未来，那未来呢？未来也是99%会扣三 D 啊。你看这个左边是扣三 D， 左边的月线哦，月线它一旦扣三 D， 喷5个月，好不好？这个要喷三个月就够了，喷三个月就至少18000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哦，我上周五的券商报讲预告的攻万七涨万八，不是空口说白话，我有满满的技术理由去说服会员，去说服全国的 APP 用户，懂我意思吗？哈，好好的，请大家把握机会哈，来的话是不是？来的话是不是？有没有从头到尾就完全没有复杂？就非常之简单，没有散户会看不懂箭头，
没有任何一个散户会看不懂红色跟绿色的。来，你看哦，这是是不是箭头？前一波的亚诺法因为箭头赚九成三，好，汇光赚七成六，然后呢，宝林富锦明确箭头出现赚六成二，赞叹不已啊！全国用户有没有？好，创维赚七成四，来，好不好？复制啊！你过去怎么赚六成、七成、九成，现在都是一样啊，方法都是一样，逻辑都是一样，只是标的不同而已，是不是？好，主升 APP 会用箭头给你起涨的股票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。来，好不好？你看了一档来看，车王电箭头创新高，来，系统电箭头今天创新高，来。以盛箭头今天创新高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这哪一档没有时间讲？这都是在五月二十号跟二十一号、二十三号，有没有起涨前两天说的？来，中探针箭头啊，中探针箭头，两个箭头赚三成五，投资宝是不是？你看哦，一档股票两个小波段赚35%，那你只要锁跟着 A P P 锁定三档，三档就一倍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过了。这是帮助散户去扭转宿命最强、史上最强的 APP， 好，请各位把握哈，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简单、轻松、明确哦？好，超愉快的股市人生，来，好不好？这是复顶，上周一出现箭头，然后今天是赚23.46块，好不好？请问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？有没有比这个更明确？更简单的方式，好，凤凰昨天箭头，今天赚136万，昨天呢、啊？昨天的箭头啊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昨天530的深科的箭头，所有主升标股只要是符合起涨 ，A P P 负责帮你搞定。414今天458，有没有？好，来看今天哦，今天主升一低走一档，你没得选的，好，进入主升段的股票。低于100块钱叫做主升一低，好，只有一档52.5，好不好？盘中5566，52.5出现箭头，你不用追，你看到箭头先卡位喷出去之后，享受被全市场抬轿的喜悦，有没有？52.5变成56.6，是一进场马上就赢了，好，完全没有难度哈，尽情享受，江老师辛苦20年帮你。打造出来用 APP 创造的超强获利模式哈，请各位积极把握机会，有没有明确有依据有转折，很强，好轻松，好简单，好幸福，好，请各位把握哈。好，这是我们 APP 会员给我的回馈，有没有啊 ？APP 用户说感谢江江研发明确 APP， 有没有大幅度提高投资生活品质，好不好？这是件很棒的事情。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，APP 用户说我的人生有了很明确的方向，就是跟着箭头走啊，有哈，所以请各位把握机会哈。另外要学习哦哈，你必须去要利用箭头创造获利，同时呢，你要了解箭头的意涵哈。我们技术班都讲得很清楚，都有这个课程用户啦会员都有技术班可以上啊哈。那特别是的话，扣3D 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周线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假设你没有转折的话，你没有转折，看不见未来啊。可是你有我的控盘转折之后呢，的话，未来很清楚啊。站上转折，扣三 D 提款机喷出啊，是不是？上周扣三 D， 本周喷出，也就是说再次证明，好不好？这是你一定要学的。扣三 D 提款机的技术哈，然后提款机的技术，然后呢，学会之后呢，传子又传孙。好，传子又传孙，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看到头发，你看啊，太强了。当初在17248台股指哈的大盘现货，顺箭头跌1500点，你们看一个箭头跌1500，有没有？未来10年 A P P 至少可以让你的资产翻10倍，翻十倍是最少最少，太保守的数字，头发这个太强啦，好。空头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多头嘞，好不好？16223箭头，今天16807，好不好？请问你要跟谁做？你以后再也不用烦恼了，从此过着不用思考、不用烦恼、不用担心，很轻松、简单、明确、很愉快的股市人生。好，自己把握机会哈。
超强主升 APP， 越早购买越早享受，越早成为赢家哈，因为所有的起涨APP 都用箭头帮你全部都搞定，自己把握机会哈。LINE@ 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电话把它拨通来电做咨询。那最后面哈，记得我的节目哈，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祝各位操盘顺利的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，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。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